来，我画新娘啊，这个藤枪，好，来，顶头无啊，哦，咱甲即摆，好，那像无啥共款啦，好，这是我的见解啦，哈，啊，从这个问题嘛来等候咱市政府啊，咱在啊这几个部门，哈，这几个单位，哈，大家来做一个思维，哈。是安那会变，咱开始推动啊，大家热喷喷哈啊，是安那甲即卖单变零零清清，吼、哦，就希望市长你嘛爱注意一下哈。议员，这点我是咪甲你补充一下，简单啦吼、哦，感谢你迄个赵议员的这个关心，因为你迄个迅速推动的产业文化园区，这较属于观光啦，吼、哦。啊，文化局所推动的动漫园区，伊较属于一个产业，好、哦，未来台湾一个产业。后来咱迄天大家讨论了后是并存嘛，为所在做产业，因为迄所在足宽嘛，哈，啊为所在做动漫，啊，这个计划无放弃，因为之前咱咧接受迄个台糖的时阵，拢碰到困难，这点我嘛有甲赵议员报告过。好啦，即摆新的董事长，咱会继续讲，好、哦，简单报告。Okay, 好，感谢哈，市长。来刷落来吼，咱我要互恁注意一下，经过偌久啦吼，有人咧关心这个啊，讲爱顾好新娘糖厂啊，这个动漫园区啊，是毋是赶紧把补出来吼？赶紧来达促成，来达计划，来达推动啦吼。啊，咱有民进党的大哥啦吼，伊讲。动漫园会安尼啦吼，动漫园区是理性的决策吗？哦，咱民进党的啦吼，啊是怎样？伊安尼伫 FB 留安尼啦，吼、哦，伫本色的看法，吼、哦，那像交咱我家己市长咧做对立啦，那像讲伊的看法交咱的看法无共款，吼、哦，你看市长，这你看要安怎来做一个，互咱大新领区？啊，是咱台南市民来做一个了解。其实民主社会吼，往往会无同款的意见啦，吼。啊，最重要，有那是咱好好做较要紧啦。我已经有甲赵议员报告，因为过去迄个台糖的董事会，咱就无法度嘛。莫讲新营糖厂这个所在，咱敢若讲迄个机灵地吼，咱要甲开辟做道路，无爱甲咱协议架构呢。要求咱都要去行征收的程序。啊！即摆有新的董事长出来啊！本来吼，我是约伫个顶礼拜，台糖的干部由董事长带领，啊，我带市府的同仁，甲因面对面沟通。目前台南市一寡重大建设的推动，需要台糖的配合的即个部分。但是后来迄天，伊临时阁互叫去立法院啦，啊，所以无法度。啊，阮最近阮过个安排，阮一定甲即个新营糖厂即个使用吼，包括你所推动的。产业文化园区、产业文化的部分，啊，甲市政府文化局所推动动漫园区的部分，斗阵来规划，吼，我会阁甲这个黄董事长来讲。因为我是有信心啦，吼，因为咱台糖公司劳工董事，吼，有三位，是，吼，三位交咱台南市，吼，拢有密切的关系啦，吼。这点则请对方办。两个，一个鲜花人，一个咸水人，是，吼。啊，一个西好卖，是，吼、哦，这三个交咱拢有息息相关，是，吼、哦，伊嘛足愿意来，咱主要咱市府啊会推动，因拢会愿意，吼、哦，来交因通请，哦，董事会遐来做一个双向的沟通，吼、哦，我嘛讲啊，无来呢，是毋是透过秘书长，吼、哦，是毋是讲啊来邀来，大家见一下面，做一个来做伙。啊，共同来探讨这个问题。哦，我是认为讲公司较早都用租先租的啦，吼、啊，这是已经过期啊啦，这无必要阁用先租的方式，是毋是爱共同开发啦？吼、哦，来营造这个新啊增长，赶紧来补合出来。好、哦，这是我好。哦，啊，伫这个经营方式，吼、哦，我嘛希望讲会当用过期啊，那吴局长。吴先生，啊，多发讲吼，用迄个过去多发公，迄、那个都会公园迄种模式，吼、哦，来开发这个新的糖厂，哦，应该安尼会较合理，
你看，你的看法咧？因为原底想法嘛是安尼啦吼，啊，因为到过去啊，市长也有特别说明过，就讲过去台糖的做法，伊拢较保守，啊，无愿意搁用迄个方式来办理。啊，即马新的董事长来的时阵，我咧拢甲做出建议啦，因为要行入去到公家强制来办吼，是最好的手段，毕竟平平拢是国家的土地吼，来当用较合法的方式来做。啊，我想其实是想节省经费的做法啦。因为我嘛有感觉，这个新南城叫这个动漫园区，吼，我真会当对恁行啦吼，动漫园区，用这个动漫园区，就是讲后手周边的，我嘛认为讲你真正有咧叮当啦吼，伫你这个铁道地景公园第一期的计划，吼，你嘛争取到50,000,000嘛，是啊，好，你嘛已经这个工程。我嘛已经执行要完成啊，是，好，已经嘛要完成啊啦吼。唔过后壁来刷落个遐维护，这你得一定爱去注意。遐地道到迄个中山路，对啊，中山路到迄个糖厂边啊遐迄站嘛还袂拍通嘛吼。嘿，中山路到三民路遐嘛还袂嘛。是，遐是住户的问题啦，所以阮会阁斗斗沟通，嘿。吼，迄个是讲你未来你爱行，你爱去做的，吼。虽然伫周边，甲既然周边咧叮当，我嘛相信你对这个动漫园区，你有非常的重视啦。卖讲文化局弹出来了，到都发局遐零清清清，吼，我会当由安尼来带你看，你着对新啊，即块糖厂，即块啊动漫园区，尤其市长六大指标。其中的一项是哦，新亚糖厂啊，哈、哦，这个要开发，嘛是咱赖市长伫选这个连任的时阵，将新亚糖厂动漫园区纳入做六大政见之一啦。哦，我希望讲咱你啊加文化局，咱一定要较积极的，哈，我那个积极的，我那个议员报告啦，因为这地景公园哈，其实当初是得跟糖厂沟通过，其实糖厂本身是感觉这个做法哈，对于糖厂的经营绝对是一个好事，所以第一期这个地景公园的部分哦，有哪拢跟咱配合，包括伊家己的做的铁道的整理啥吼，迄拢台糖家己做，所以我相信这一步一步会当予市民看到真好的一个环境嘞。好来，你图啊，搁啊抓过哈。哦，市长，这是你的，同时你的宣传单哈，大步向前行哈，啊，亮点开发计划。好，亮点开发计划新亚糖厂啊，这个动漫园区啦，好市长啊，来我嘛算起来那较袂见效啦，哈啊去念着你，拜托你来签一个承诺书啊，好我 OK， 我来当来动算啦，好、啊、我最主要要印证的就讲，咱家既然大家对这个动漫园区产业文化，好、啊、这个新亚糖厂这块地。荒废甲进目前已经15年啊啦，吼，荒废甲进15年，咱嘛已经推动3年啊，吼，对，哦，已经3年啊嘛，哦，对我开始来议会提案了，文化局的配合，去从新亚糖厂内底有几个古，来列入做古迹，安尼咱从开始来步入这个轨道，要来推动这个动漫园区，吼。这是咱规个过程啦，吼，这吼叶局长，是毋是咱从开始伫这个步调开始继续咧行，吼？我希望讲，卖去拄着困难，咱就甲停起来啦，吼。因为卖个吼政治，有诶政治人物是拢耍这个嘴皮啊，尔，吼，啊无就放屁按高心，吼。啊，伊我们前下报告啦，吼，你拄好提起吼，咱当初有列了2栋诶历史建筑，1栋诶古迹。啊，前礼拜咱嘛有去拜访因总经理啦吼，啊，所以也有请因讲，先拄只古建筑吼，古迹场历史建筑，先来做整理，先来做修复，因为因调查研究已经做了啊，啊，文化局嘛协助因，来啊文化部遐嘛来争取寡资源，来斗相共，先啊只个古建筑先来做修复啦。所以虽然动漫园区正要在进行当中，不过咱嘛希望讲遐古建筑会当先来做修复。伊也修复起来，伊嘛真水，嘛是一个足好参观的一个所在安尼。哦，这恁拢有安有信心无啊？我本来是今仔我唔止顺啦，拢会进，拢会进。我是要等候你交多发奖两个单位吼，
改来讲这个东湾园区啦，真正改要互恁看恁对啊新营这个地区恁的诚意都够对啦，啊恁的进行够对啦，有拢有在进行，拢有哈，拢有啊哈，好恁爱向市长保证一个啦，哈，会承诺一个这个市长的政见之一，六大建设其中一项，这项伫溪旁尔，好，敢是这项伫溪旁尔嘛，好。哦，好啦，吼、哦，安尼，我希望讲啊，大家共心啦，吼、哦。那个秘书长，是不是当约一个时间啊？我来招劳工董事，咱台糖的三位劳工董事来交恁见面，吼、哦，看需要要安那个共同开发咱这个新营糖厂。是，阮平常时嘛拢有甲台糖吼，迄、哦那个总经理。对啦，总经理嘛，劳工董事这嘛是拢会当人斗下手的啊。啊，三位劳工董事，阮伫迄个董事会嘛。哦，你像新街工业区，这三个嘛有斗下手对的啊。是。吼、哦。咱迄个来共同安怎来推动？嘿。咱迄个动漫园区的这个。好、哦，总是三个劳工董事，有两个占伫咱台南市人。吼、哦。啊，因嘛是看到咱台南市有想要推动啊，利用着糖厂，啊，要来推动咱啊大台南的建设，因嘛拢愿意。吼，听心啦、啊，吼，来咱斗三工，吼，当然啦、啊，对条件的物件，绝对大家爱双方会当承诺啦，吼，好吧，好啊，我无来做一个交流，来约好交台糖的，啊，交你见一下，来交恁见面，交恁团队啦，吼，啊，看要安怎来合作，来开发这个新的糖厂，安尼敢好？系，阮则来推，咱则做伙来推动。好，好，谢谢。这个新营糖厂，市长，这个是真正面积，哈、哦、啊，伫咱新营这个市中心啦，哈、哦，哦，当中啊，扣掉迄南宫中二起来，啊，佫有三十几公顷啦，哈、哦、啊，伫这个新营糖厂啊关起来了，这十五年啊，确实伫新营，哈、哦、啊，变成做一个，成做一个大变衰微的城市啦，哈、哦。啊，过去市长新营市新营吼、哦、有啊有四大产物啦，吼、哦、就是蔗糖、蔗纸、吼、哦、玻璃、布袋，迄落阿种啊会社叫做咧做布袋，吼、哦、咱过去农业社会咧用的布袋，进本来是啊个有新营糖厂啦吼、哦，结果新营糖厂伫前个月来做来劳工局这边才有闹去帮忙吼，唔过伫这个。这个劳资方，这个纠纷呐吼，新营糖厂讲要关厂，留一个化工部，剩的都唔做啊。所以新营六百几个人，六百几个家庭啦，等于失业，这是一种有足大的危机啦吼。竟然新营糖厂、新营纸厂关门，未当亲像复兴航空公司迄种板面啦吼，拢伫台面台卡尔，无人法度会当去正面去搭帮忙。吼、哦，咱劳工局嘛束手无策啦，伫法令拢白死个。伊会当两个月、三个月就来抬一波，两个月、三个月就过来抬，啊抬甲进一波200-300几个，来进一波250个，后手剩70几个。新来做啥？伊都完全无要营运，完全唔营运啦。伊都物件生产站嘞，达探听起来，达了解嘞，无请外务咧卖怎上？弄空在暗仓库，唔卖啦，吼、哦！安尼来讲，伊卖好，伊了钱，啊，要要求，吼、哦，啊，要求遣散员工，吼、哦，这拢一个足无正常的公司啦，吼、哦！因为我是感觉一个企业绝对爱有那有道德啦，吼、哦，唔是赚钱为目的啦，一定爱有道德，吼、哦！啊，劳工局，我希望讲，王局长吼、哦，会当较大胆的，吼、哦，去要求新来抓枪。无后壁，吼、哦、后壁是毋是迄七十几个新娘汤，即、這个四大指标啦，吼、哦、唯一的新娘抓枪抓枪，就等于拢消失，吼、哦、啊个消失，是毋是阮着唯一的挖去来拜托台南市政府，咱市长恁赶紧来让阮开发新娘汤厂，将即四大产业，即过去新娘带领新娘来风化即个四大。你啊，这四大公司啦，吼，纸糖啊，布袋玻璃，带入来伫咱的动漫园区，吼，动漫园区后手你有讲
嫌要附带迄个产业文化产业嘛吼，先带入来，安尼新年这四大过去的这四大啊四大产业，咱赶快来维持啦，吼，饲料这都还是你的工作一件。哦，咱会照赵议员的建议安尼来推动。好，一个啦吼，这新年因为指标性的定义拢无啊啦吼，啊，我嘛相信你对新年这个所在，你嘛啊，我嘛感觉你多少认识有够济啊，吼，因为你都会拢把。有哪会晓讲，新年是分家人的中心点，吼、哦，侯市长敢是安尼？好，新年过去，新年军那个台南军是新年做中心点啦，好、哦，新年所以县政府较起新年，嘛袂讲去关庙和关庙遭殃的啦，迄阵是五县市，吼、哦，五县市新年中心点，即摆中即、這个糖厂关起来了，即已经拢消失去啊。我希望讲啊，伫市长你的任内，吼、哦，来啦开来啦新年，也做一个观光的所在啦，吼、哦、啊，嘛有可能，吼、哦，即卖嘛有可能啦，分家人买当来合并、哦、啊，吼啊安尼来新年，就真正就中心点，吼、哦、新年就一个指标啊，吼、哦、市长，吼、哦、当然这爱足大的努力啦，吼、哦。我你来做总统的时阵，即都我都会当拢来大胆来要求讲，拜托市长，吼，分家南的中心点来合并，吼、哦，这真正来，这一个指标，这有可能会发生的哦。侯市长，我那要来学预言哦，来预言一个讲啊，以后有可能这五县市来合并做一个直辖市，吼、哦，侯市长，好、哦，大家做下来努力啦，好不好？好、哦，安尼。代表就讲咱新亚同乡这动脉延期，咱继续有咧叮当就对啊啦。好、哦，感谢。嘿，即摆参台糖当初长咱来积极介入，好、哦、啊，进行安怎马上甲地域玩家来报告。有啦，有啊，以后有啥物啊，恁各部门啊，有准有啥物开会完嘛，一定爱同阮当地报告，同阮通知一下，无阮啥物拢唔知啊。好、哦，啊，变成咧问咱大家好关的信息，就是讲咱向点点啊。好，当然定数唔是安尼嘛，好、嗯，好，希望安尼啦，好吧？好，大家做来就你啦，咱两个证件嘛，好，好吧？好，谢谢。这个吴局长，这个哈，咱头拄啊讲过，有讲啊啦，哈，这个有来念落啊，哈，这个卡达车啊，到天鹅湖湖这条哈，哎，好，除了。工程照做以外，吼、哦，啊，已经啊完成啊，差不多完成嘛嘛。是，即马已经过申请着经过，未连接加材料。头前差不多念的迄几个，还没完成遐，希望讲赶紧会当啊贯穿啦，吼、哦。是啊，吼、哦，啊，嘛要本身嘛要建议。是，运动的人啊，足济，利用迄条来运动，行到天鹅湖的人啊，足济。是啊，踏踏车要骑，是不是有困难？你爱去评估。是、啊，吼、哦。我看到车甲人甲自行车咧争道，你看安尼到底上会跌倒？吼、哦，这个你爱好啊，来做一个。是啊，因为当初时自行车倒的时阵吼，其实也没有预料到行路的人会变这多啦。嗯、我家己暗时啊有去骑过吼，发现差不多平均起来差不多是10:1的。行路的较侪，但是这时是骑卡达车的较侪啦。哦，啊卡达车，你看免人骑，好熟悉了吼。我你号这个名有可能就爱去调整啊，是，吼、哦，爱改啊，吼、哦，自行车道。但是主要是安尼啦，咱即马未来是甲连接甲车辆吼、哦，我想应该脚踏车的人会多啦。啊，第二是有哪有新年接去减税这部分吼、哦，今年已经争取到经费，即马陆陆续续差不多对新年趁甲减税甲车辆这两线吼，即、哦、几档会豆豆来完成诶。好啦，铁机路，新年通车的铁机路，就是咱要用动漫园区的动员了啦。对啦，吼、哦。可以利用这些铁路、哦、来连接到台珠经、哦、连接到月亭港、哦、用坐火车可以来走这些工作，我希望说、啊、这是一条很好的动线、啊哦啊、这个观光价值绝对走出来，好、哦、六名就已经有了嘛，六龙窟、哦啊、我们赶紧 来开发这些、哦、我希望说、啊、我们都身为咸水人、哦，我本来是真正无要讲的，要留予恁两个咸水人来讲啦。啊，无后壁这段口，恁两个咸水人来做一个见解啦。安尼好吧，来刷过来，来各位来，下面啦。
我即摆来讲，用迄个柳芽啊，经过咱啊秘书长吼进行，吼、哦、咱为着咱柳芽无爱互食水，吼、哦、无爱互柳芽人食水，尤其八老爷见啊做水就拢甲规间楼啊管，咱单来啊做一个，吼、哦、哎，即、這个育洋厝嘛，吼、哦，吼、哦、咱你单来开发这个育洋厝，那进来已经完工啊，吼、哦、啊本色。啊！迄天也有逐拜托咱啊，干部叫咱苏局长，伫即、這个啊，即、這个美化来得顶面，即个美化，吼、哦、啊来来做好啦，吼、哦！咱像亲像讲来完成市场啊，即、這个一区一公园，吼、哦，阮柳园嘛本来无公园啦，吼、哦、啊，咱会当用即、這个育洋厝的顶面来啊做一个啊简易的公园，吼、哦，来做一个好、哦、先做一个公园啦，啊。苏局长啊已经同意讲后手遐经费，除了恁水利局啊的经费了不足的，咱干部局要接落去管理嘛，吼、哦，敢是啊，书记长，这来后手的公园就是属恁干部局管了嘛，敢是？是。阿叔，这个水利局真有捐出400万吼、哦，要做的最主要就是伊这个志峰子边啊周边诶在步道，啊加伊东边有闹一块空地吼，大概到0.6公顷左右吼、嗯，我来用这400万来处理吼、嗯，啊，卡数呐经费不够，啊，干部叫伊来这个负担，啊，以后的管理，阮就想就是伊呐超过一公顷，我们是阮来处理了，还是由公所来处理的呢？好、欸，安尼，秘书长安尼有清楚哈，这嘛是你的公职啦，好、哦，咁是，好、哦，柳芽人去啊安尼来拄着落大雨啊吼，就完毕嘞。细波比六家细波比流落来，滴完毕，就直接来到八老爷柳爷。吼、哦，过去都这个惯例，就是安尼食水的啦。吼、哦，无法度解决。我嘛讲，这个育洋厝做了，吼、哦，真正会当来解决柳爷的水患。吼、哦，啊，希望讲顶面遐绿化，吼、哦，遐美化，咱来做好，吼、哦，来啊完成，来啊算着完成一个啊一个柳爷。啊，一区一公园，吼、哦，啊，安尼完成了，刷落来就是要拜托，吼、哦，来完成咱减水啦，吼、哦，是咧，我写咧，可能会对你较歹势，吼、哦。你看，柳芽会使减水的公园，第一座公园还袂当落成，还袂当完成啦，吼、哦。啊，伫这个完成，伫我的期待啦，吼、哦，已经五年九年啦，吼、哦。伫我管政府的时代，直直讲到即卖起。啊，合并了，吼、哦，一直啊，佫袂下落。啊，伫我的见解就是讲，迄块大众庙对面迄块，都已经划作，吼、哦，划作公园用地，吼、哦。啊，咱市政府是毋是会当来搭开发？如果袂当开发，伊嘛已经将近要70年，咱当划甲真嘛已经要70年，咱是毋是讲，吼、哦，来啊改编，来互百姓互百姓？吼、哦，啊，结果两项拢不可行啦，吼、哦，是毋是讲啊？我进来用安尼用这个角度，啊，吴局长，你也兼水人，叶局长，你嘛兼水人，吼、哦、啊，无即件后出这个公园需要开发，我顶港需要开辟，吼、哦，迄、那个码头也需要开辟，啊，有迄个价值开辟无？哦，我和恁两个讲一下，恁拢兼水人。哦，安尼好吧，哦，恁两个看啥物先讲。感谢这地缘对咱这个咸水这个工商公司这边的关心啦吼。因为过去这个部分确实谈这个早期咸水定公所规划先甲规划做讲啦。那以东山连接来讲吼，其实确实对市中心连接各家有哪有伊的价值性啦吼。只讲咱即马可能碍于整体经费关系。所以阮即马目前是用步行的动线吼，先对中山路吼，我那会建议讲先对中山路遮规划起来，等下若有经费，确实有即个充足的经费来征收的了，尾手较来配合做即个开辟。但是头前即个规划要安怎对市区、甲电费效果连接过来到市中心，甲连接甲大众庙遮吼，我想这是长期一个。会当先来做个做法啦，哦、所以先甲员报告，我是个人就登记当然是。不要紧啦，你免多报告，你来咱台湾台咸水人报告一下就好啦。讲你有啥物，系啦，好，你等。不会啦，我们还是会持续。你较早伫管政府的时代，是啦，都无做啊，吼、
没有，我们还是因为有的真的是经费的问题哈、那我们长期还是哎对市中心一直甲走过来啦。嘿，咱有那是爱目标，吼，市中心才会当得到这电回这个效果啦。啊，议员报告啦吼，我想市长就任了，伊也开会的时阵，伊拢会讲啊，咸水这个所在是另外一个啊、台南市非常有文化资产、历史非常悠久的一个所在。所以其实这几冬文化局啊，伊咸水遐会当讲投入非常非常的心力甲经费啦。我想这种市长一直支持阮吼，爱放重点落去做。所以这几冬月顶港的灯节，其实办了，会当讲也受到足侪民众大家的肯定，包括咱咸水的乡亲，大家也拢非常的支持啦吼。那咱这几冬慢慢灯会的面积已经扩大，拄第一冬到今已经扩大加一倍啊，拄公制18:1已经到公制18:2。郑议员，你要提起的，你非常关心的大将庙。这段，啊，这段其实我也回看非常侪遍，哦，啊，当然咱今要无法多啊，依规个啊水域吼，去啊规个去啊完成，哦，我想这议员也真清楚，一牵涉到公共用地征收的这个问题，哦，啊，我相信。我正是咧问你，嘿，迄个公园来开辟起来，对咸水有帮助无啦？我想这东西大家共同期待啦吼，啊，不过这个物件嘛，有实际上伊个啊爱去面对的问题嘛吼。不过目前还未开辟，咱即嘛是渐渐嘛灯会诶啊，这个啊气氛的营造啊，带入去到大众庙，因为遐是一个古迹点嘛吼，所以民众嘛会当去遐啊参拜安尼吼啊，所以我想一步一步来，咱呢个目标是伊遐无唔对。哦啊、所以这应该有一天也能达成啦。哦，但是等，搁要等多久才达成？哦，你会记住，你一定要相信一句话：咸水有八景。哦，大将庙遐唯一的一景叫做紫波亭。哦，来，就是恁家八角楼，即卖已经变六角楼，剩的六景，六景完全有诶，知影所在伫倒。有还未吹掉，吼、哦！这是已经你也有同意啊，委托人。咱今已经在调查，我知、哦、你也已经委托人啊，去咧找所在，吼、哦！我即摆是咧强调，就讲这个聚宝亭是伫咱的导览室，导览因为咱订会咧办的时阵，导览就是拢写一个聚宝亭伫啊。结果咱办订会来到这个水头家，完全拢无半项物件嘛。确确实实都变条水沟啊！迄个市长我都有用相片去看，都变条水沟啊！是毋是即个开发价值？我真咧问恁两个，恁两个身为咸水人，要互恁两个来印证一下，是毋是本色？伫咸水拢有别讲，吼、哦！大将庙头前即条延续的，要接落去到咱个定位区，是毋是共一条水路？是毋是共一条水路？是安尼来到遐，单变缩小，伊单拢唔顶当。唔顶当的原因，就是土地取得，就是土地取得，竟然私有土地。吼、哦，我希望讲，硬望讲，咱市政府来来办一块公用地来办征收起来。安尼，咱来个公共设施，吼、哦，来搭楼，来啊，用一条外庭杠，单一条大将庙头前一条杠来搭开辟，来啊，正做交你。进咧办庭会，遐迄个所在，来搭连线起来，规条水域起来，安尼，甚至要过船啊，嘛有机会啊。吼、哦，我是意思咧，爱强调呢，要拜托恁两个咸水人，如果，吼、哦，咧开会，市政府咧开会，啊，咧规划时阵，会当将恁两个意见，吼、哦，卖讲我做民意代表，那坚持我的，啊，由恁两个。会较客观，落去替咸水啊，争取一下安尼敢做会到？敢要向咸水人负责？我那甲议员做报告啦吼、哦。当然，那我头后那里讲，这是长期性的计划啦。这当然爱盖在一个长期经费，但是咱拢是一步一步在向安尼行啦吼、哦。所以，咱明年当然这个整个环状水域的评估，咱嘛是即马有咧做。第二，就讲迄个步道真重要。我头后家己做报告吼。哦
就是讲，咱先一部分先评估看要安怎变得更，但是另外一部分就是讲，把这个步道优先先来处置。咱就对公二只只怪公三公四这个步道，我那顶头家己做报告过去后落力过啦。啊，大家拢。因为有人无爱当同意书，怎做袂起来？咱就来评估是毋是优先来处理。啊，迄度有困难，迄度有困难，是毋是公园一地主迄几个尔？无你当已经六七十个，六十几年，当为做公用地，也袂当买卖。即个是较一对百姓较一交代袂过。伊是八十六年规划啦，吼啊！但是即我要来报讲，咱即摆先对会当能力上，咱先较会当赶紧做到的，咱步道先甲做起来。买手，搁一步向推钱啦，吼！因为我有澳门干部叫过吼，4000多万尔啦，要改济啦，要改济啦，来做其他绝对搁较济钱的啦。吼，希望讲啊，借着你伫伫啊，你进伫市政府团队内底，都那算红人，吼，交文化局，啊，尤其恁两个也出来背书啦，吼，兼水啊，这个公园啦，吼，第一座公园哦。啊，这嘛咧实践市长的政见咯，一区一公园，吼、哦，这嘛是咧实践市长的政见的政见咯，吼、哦，我希望用后安尼，你来，恁交叶局长来帮咸水人斗下手一下，安尼敢好？这登记我一定会落力，吼、哦，唔免去登记啦，都赶紧看安怎，吼，属于位的，吼、哦，好吧，安尼好啦，吼、哦。来，我即摆即个继续来听吼。来问教育局，你敢知影这个啥？局长，哎、欸，这个应该是那个攀岩。好，安尼你，哎，安尼看有啦哈。啊，我即摆是讲要来建议啦哈。是。好，要来建议，这个攀岩敢是一个有哪真好的运动？它是体能上啊哈。好，哎，对。好，你看这顶高中这个所在，这是一个哦企业主哦完全一关系的哈。是。哦，咱这顶高中。啊，遐囡啊，啊，伫遐咧做运动啦，吼。啊，伊来咧拜托，就讲是毋是咱教育局会当从这个项目啦，吼。是。啊，纳入做气温的比赛，你看安尼敢有困难？好，甲二座报告吼，感谢二座对这个运动项目的关心啦，吼。这阮会来评估吼，因为目前来讲吼，咱有即马像伊安尼足专业的这个。场所的吼，这较少啦，嘿，所以阮会过来做一个整体评估。因为你上新娘，新民国小边啊，吼、嗯，遐、哦、有做一个嘛，吼、哦，文化局公司去做一个伫遐，吼、哦，是，吼、哦，遐嘛是拢已经有咧进行啊，啊，是毋是讲会当来推动？是，吼、哦，从攀岩，阮啊纳入做一个啊，伫恁学校内底，再对这囡仔一个运动业。是，这我来迄个整体来评估一下吼，因为伊这需要专业的这个教练呐，是。好，安尼好啦哈。好，我希望你会当入啦哈。啊，即摆我一再对这个汽车保险，哈，每一年我都拢有啊注意。是啦，真正即我爱对你讲，唔知影讲，他每一单的汽车保险的医生。是安那，啊，搁有遮侪机关单位无要落实啦。哦，我念一个吼，迄、那个像东山国小嘛，甲买强制险。台北市迄个啥，北区大光国小，阮也买强制险。南宁高中嘛买强制险。仁德公所嘛强制险吼。官庙公所嘛，强制险，啊，搁有遮真啊济的机关对保险这个制度，吼、哦，对司机的疼爱、爱心，啊，搁安尼，啊搁有遮严重。警察局长，迄、那个恁拢总有七百几只？七百公三。哦，诶，交通车。是。恁进。在我的表内底，秘书处给我的资料，你买两项，汽迄个司机险无买，乘客险无买，是安怎？无钱？无应该爱买险，我拢有买啊。啊，应该为保护同人的险，我都买了，包括你的那个第三。我拄啊有替你问了。
恁会给我讲啊，讲恁进咧叫来咧批价，哦，咧就标着，你要保护到，是，好、哦，感谢你哈。环保局长，恁有1,011只，是议员，恁保险买够多？我除了第三责任意外强制险以外，我们还有加重300万的，啊，就第三责任险呐、啊，哎，对，加重的第三责任险，对对对，来，但是我们加重，驾驶人有没有买？啊，驾驶，因为我们检讨起来，是因为驾驶有工商抚恤的这一块，如果那个司机是约聘雇人员，是有无？有工商无？有吗？我们的当咩？我们的驾驶全部都是正式的公务人员啦、啊。好，拢完全拢无公务，拢无迄个。没有约聘雇人员。啊来，乘客，乘客险呢？乘客就是在。哦，你是说坐在旁边那位乘客险吗？对。啊，报告议员，这一块我们可能会以工商抚恤，或者是因为他不是叫乘客了，坐在旁边也是队员，所以也是用我们这个公务人员的一个保障的方式来保障他。好，你要这哈，我希望讲啊，除了咱这都整个拢咱的同仁啦，哈、哦，伊替咱开车，哈、哦。替咱开车啊，长期交咱咧出咧出出入入，这个安全、这个保障性、安全性是伊个人爱负责啦，吼、哦。保障性是毋是咱环保局爱去人顾？保障一定爱人顾，哦，敢毋是安尼？有当时啊是咱去弄着对方，哦，有当时啊是对方来弄着咱，这叫做保险，透过保险来解决嘛。哦、我希望讲，咱啊，在各局室会当落实啦，吼、哦，会当落实落去要求，因为教育局我拄仔有念遐国小、遐学校，拢买无够，有诶一台车尔，伊种诶也买未够，哦，一台尔、哦，你若讲像环保局1,011，伊爱考虑，吼、哦，经济来迄落钱诶来源，咱到我希望你局长你。爱落实各中小，吼、哦，即个学校的汽车保险，来会当代买好到，经过全部恁的这的共同做伙采购啦，吼、哦，保险会绝对足低。是好、哦，谢谢议员，即阮会全面来搁请搁调查一遍，好、啊，来个处理。即个公，好好你阿姐哈，谢谢。民政局长，咱公所的嘛。骨啦，胃拢买到强，也有买强济险的两位哦，吼、哦。拄仔我念的仁德，甲关庙，吼、哦、买强济险啦，吼、哦。大来，西港七股将军买第三责任险，吼、哦。来有诶买到驾驶险，毋过嘛有足济买到乘客险啦，吼、哦，拢无一致啦，吼、哦。我希望讲啊，局长，这个我呢全面来了解各公所及这个保险的部分，因到底买的内容是啥物吼？啊，因为因拢是独立单独去做处理啦，吼啊，这个部分我呢来给因。因为现在我会才坚持这种物件啦，吼。因为我讲啊，遐济啊，吼，因为一个司机拢在来因开车带恁载，吼，其实你绝对无问题啦，吼，咱的家属绝对有意见。遇到代志，家属绝对有意见啦。啊，安尼来，迄、那个司机绝对，就伊爱找爱打遐，吼、哦、打又搁打未起，吼、哦、是毋是讲伫即个保险的诶问题啊？伫本身遮阵啊，对，即我本身咧听嘛听过啊，吼、哦，希望讲啊，咱市府啊各局室会当彻底落去打。啊，落去落实啦，吼、哦，对一个司机，吼、哦，对一个司机，伊咧开车，伊较有安全感，啊，较嘛较有保障，吼、哦，啊，伫即两年，啊，拢无听到讲啊，咱保险啊，有对一个司机去发生代，对局势发生代志，吼、哦，这我嘛代恁恭喜啦，这叫做平安，吼、哦，用我钱来买平安，这应该嘛是好事啦，市长，这敢是好事？好、哦，咱有开遐个钱，啊，这个司机伊就放心，吼、哦，啊，伊就开车，伊就安全感就有，吼、哦，所以掉事的几率就低嘛，吼、哦。
等于无啦，这两冬完全拢无听到啦。吼、哦，啊对，就嘛是感觉，吼、哦，咱开寡钱啊，买着平安，吼、哦，应该好，应该是真一件真欢喜的代志啦。吼、哦，我希望讲啊，秘书处这边者，互我拜托，较落实的，无买报来到恁遐无，恁爱得提醒，吼、哦。拄啊，像环保局长讲啊，清洁险无买，啊，司机又已经有公家已经有公务人员的资格。哦，司长，你迄应该无咧，你的司机应该无公务人员咧，敢有啊？有啊吗？好、哦，局长，即个局长有诶司机啊，无正式司机来开车诶人也少，敢有正式司机啊？好、哦，无啊有诶啦，吼、哦。应该还佫有坐，吼，因为大家开车，是毋是讲，吼啊，这个保险的物件，吼，绝对就是要予咱的保险安心，吼，拄着代志，吼，就是代表咱这个各局势的主管，啊，伊嘛有咧人协助，因为保险买了，就是等于咱咧也协助，后手就是予保险公司去负责，吼，安尼，吼，安尼连贯落来，就是讲，吼，头家甲新罗，大家拢一致。吼、哦，啊，无啦吼、哦。如果也无，我建议一项，咱做局长的人爱写一张设计书给司机，讲临港也出代志，阮厝的人袂代你讨。吼、哦，安尼嘛，通保障一下。吼、哦，如果无钱啦吼、哦，要从这样片的人，是毋是你来要求叫伊写张设计书给司机递咧？阮临港发生代志，阮厝的人拢袂代你讨。吼、哦，安尼有道理无？比如除了安尼有道理无？啊，甲赵议员报告一下吼，就是讲赵议员关心的这个案件，其实阮逐年都吼上下半年拢会去调查，去啊要求讲希望，各单位的公务车吼的保险的部分吼是尽量会当提升伊的保障啦吼。不如个就是讲为一挂公务车伊的性质较无同款吼，所以为单位未必会报较高。啊，但是阮是拢话伫迄落追踪吼，啊，甲来。拜托因吼，尽量拢爱保较够安尼。啊，第二点就是讲，因为公务人员本身也要有其他的保险嘛，所以伫这个相关的保险的部分吼，是变讲咱除了强制险以外、嗯，第三人责任险这是保障其他的人员的部分啦吼。所以因为去评估各单位独立的机关，因为去评估讲吼，因驾驶的这個部分，因驾驶伊本身还用公务人员，是这样，我即摆讲的嘛吼，你安尼做好啦吼，啊我有啦一句话给你，如果唔伊个考量无爱，你叫伊爱写设计书给伊个司机。所以阮来当来去了解。好，设计好人含保证，无万不伊个讲伊心甘情愿，等他出代志，伊家属就出来啊。是，好，好吧，好，这个咱大家来也要求一下哈。过来一个哦，准啦，咸水人吼，咧大家建议啦吼，咱这个风炮吼，这历史啊悠久啦吼。啊，个啊，风云国际啊，伫这个拄好要讲起来，讲啊，像南回电安尼来讲，嘛是拢几工啊，吼、哦，咱风暴两工尔嘛，吼、哦。啊，伫这个两工了，就爱去等明年，吼、哦。啊，伫这个咸水，搁有迄个所在，用新鲜底下，吼、哦。啊，我总建议市长啊，甲文化局，吼、哦，是毋是讲来遐去找迄个所在，换来腾抢？吼、哦，华来通厂啊，落去啦，策划做一个风炮的体验营，吼、哦、啊，会当讲啊，观光客来到咸水看灯会也好，啊，拜六礼拜来咸水老街行也好，咱搁啊规划一个啊，这个风炮的体验营，吼、哦，来当咪个华来通厂，吼、哦，安尼有可能观光客好奇的人会搁较侪，吼、哦，啊，无通厂迄地嘛，放伫啊咧拍远啦，吼、哦。就事实讲，就拢发杂草尔，啊，希望讲啊，我那等这个问题，何市长搁做一个思维，吼、哦，啊，换来通厂，迄块地，吼、哦，嘛放伫遐咧拍远啦，吼、哦，啊，这个整体啊，规个会当带动咸水啦，吼、哦，哦啊，无就讲一人啊，区域，吼、哦，咱区域我嘛建议市长，这个区域啊，吼、哦，诶。啊，规一个地理环境啊，甲伊个产业，吼、哦，会当去竞争，吼、哦、啊，带动这个
啊，减税这个，吴市长，你看对华来藤椒，你有认识无？华来，减税华来，减税华来，嘿，伫华来你遐，嘿，华来你着。迄、那个看来藤椒吼，看钓鱼员，他都话你讲的这个体验营吼，当然这一档考量啦。啊，不哩个有当时啊，就是讲你减税的风炮一年一届嘛，所以大家该起话来。啊，你即摆啊，差不多哪只讲达工有啦吼。一天的迄个老者性，唔知影响未？即拢爱个评估一下。好，啊无问题，咱都出来啊吼。伫恁的考量之下啦吼，啊，伫阮爱看到这个，阮是爱达工有啦。好，阮也爱看到这个是爱达工有啦。好，叫做心理感觉嘛。讲吼，达工有的是咪影响到吼？正月十五迄天办活动的迄个刺激性，啊，加迄个大家好奇啦。像今年吼，我就感觉减税风炮有可能一个危机啊。市长，我伫大会讲的啊。我有几个朋友伫湖南炮啊工厂啦吼，大陆啦吼，咱迄个风炮是拢用手工做的，拢用纸硬卷的，吼，进拄好着寒天，吼，因进前是高温者，热人就完全拢休困停产，进高温者咧做工课，咱尤其咱迄是手工的，遐的工工当安尼做。做甲手会疼，所以今年的炮啊，有风炮，迄个机啊炮会减少啦。吼、哦，今嘛有可能不足。嗯，吼、哦，这是我进第一手的消息啦。吼、哦，我嘛拜托朋友同伊啊讲，看因要起价就爱好起，因为阮减水风炮啊是一种文化，吼、哦，未使断去，对，未使断去。你该起价，你爱赶紧来达完来达厂商来达业迄个炮啊工厂讲，我好。较贵在你买，安尼拜托继续完成山。无进拄好，我知影进啊，差不多两岁几的机啊炮伫咱台湾俩。后手因讲因唔做，安尼将即个风炮是毋是为着安尼拢来施舍、施舍伊啦吼？我嘛感觉无采吼啊！我所以两岁，伊我讲啊，人咸水遮过去咧放差不多几岁，伊讲爱三岁几啊？啊，三岁几就去减一岁几啊？吼、哦，啊，是毋是安尼多少就已经影响到咱个风炮的炮啊量嘛？吼、哦，好、嗯嗯哦，所以这个，吼、哦，这个风炮，这个文化，这个同款，咱有哪拢爱啊延续落来去？吼、哦，啊，会再要透过管道，吼、哦，是毋是？这点我会请文化局去了解一下。不一样卷的啊，伊拢用炮啊，心拢用卷的，拢用手工的，伊个毋是机械啦，吼、哦。好、哦，所以这个，哦，啊，希望阮文化局，你这个阮爱注意啦，吼、哦。好，阮局长。你有哪爱注意啊？风炮啊减少啦吼，咱减少就失色啦，吼、哦，吼棚啊炮啊，这就是无人要生产，尤其咱台湾都无咧生产，拢爱靠大陆，拢爱靠乌南遐，吼、哦、啊，这个是不是咱你要办活动，这个嘛是你爱去注意，是，吼、哦，好吧，好、哦，唔是讲啊，我活动办的有人无人，迄个我要替代，吼、哦，我无物件，吼、哦。希望讲安尼，你吼尽乎你一些信息予你，是，好信息予你，你赶紧含落去落手，安尼好吧？好，好，感谢哈。啊，今天我咨询到这哈，谢谢。谢谢我们赵坤仁议员。那我们第三位的咨询的是由我们卢坤仁议员，卢、嗯、员。什么呀？